和法联共度木雕，就会免去平壤木雕艺术工业。也超十年的延期，是客家木雕家蔡平壤一千年的收藏，数为几百件案头的作品。也包括极限创作的一批用客家锣鼓年语来主题的牌匾，希望客家智慧做得代代相传。董彩介那年天机技术额，今年75岁的蔡平壤也是木雕38年，前后创作超过500件作品，其中两批客家锣鼓年语的匾额列，还可是季节性作品。有钱修功德，无钱念开如顺利。无论哪里台势都做得做好事，蔡平壤一笔一画刻下的吉祥色都哈种身份，所好多个客家锣鼓音乐，刻一片为用体强硬个事件，为到保存发扬，佮喊当当快乐青年些来展览。首先做扁强壮啦吼，莫简单啦那啦吼，还有像还有咧心，客家谚语是阿哩客家文化的精华，还有就咧心为来保存起来，所以阿就用最好的快木去落去个。用我来做。一条客家本色，不但是入我欣赏的蔡平壤，到中央世界开始创作木雕，完全是以时间较好，变作法联有名的木雕艺术家。38年底背呢，我就非常的严谨地做，当然就地个研究、地个学习，为了做到不计。学好就学进步，就学好啊！蔡平壤所打造的平壤木雕艺术工展，收藏超过200件的展品。佮退休的实系继续做，还会继续创作汉卡多，又出圈艺术的木雕工艺品，到汉卡多人分享。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。